够少少嘅堕后，后梗系嚟一个大合照噶啦。碧咸自然系呢个万众焦点啊，因为嘉欣佢而家目前咧世界上最丑。顶翻埋嚟，斯丹咧再弹碧云，女啊出姿态点啊？咁啊球证咧吹罚郭海东啊，郭海东咧有啲拱人嘅手势，球证追翻马基利尼，再送翻后面碧咸，咁啊碧咸咧差过中路嗰度啊，钳制住可唔可以啊？系阻挡到皇马小人射定嘅攻势啊！翻喺卡洛斯度，好碧咸行咗嚟中间。費高射呢個實現碼咧，發覺咧安琪救唔到啊，正常嘅喎，因為實在太過刁轉角度，同埋咧係低波死角位直入嘅。皇馬領先後咗後邊嘅希古拿，再俾咧沙加道一碧咸再彈翻去俾沙加道。普通話嘅，咁即係喺個操練之中咧，大家溝通嘅機會更加係少啦。嗱咧，埋嗰邊咧，嗰邊嘅觀眾咧，卡斯拿斯咧出嚟黏咗佢先，跟住咧就俾過嚟，碧咸咧就係將個波咧到。哇！第一時間咧，係爭咧，將個波傳翻轉頭咧，俾咗碧咸。咁啊，碧咸咧就係費高俾過嚟，馬基利尼差後咧俾碧咸扯啦，冇錯，扯過嚟左手邊嘅斯丹。哇！嗰啲技術真係表露無遺啊！斯丹啲個人技，咁樣咧都係上半場末段咧先至係入波。嗱，今日咧就犀利啦。有個原因，除咗個實力咧係個老二，但俾咧就係碧咸轉到身，調翻左手邊左人前進球。停一陣。開始咧，現場嘅球迷咧好有氣勢、節奏嘅聲音啊！咁啊，如果提咗大家 SMS 短信遊戲啦，咁大家咧係輸入功能咧，係輸入之後咧就可以競猜總入球數字。如果你輸入十球數字係你想輸入十嘅話咧，就係等於冇入球噶。而十一代表一個入球，如此類推去到定線，我唔使同你急。大把時間，而家十七分鐘左右，捏住兩球你聽。好，蘇威好勤力。咁台東咧，黃鵬同埋咧係李耀就三個就係咁，所以支援方面嚟講咧，暫時咧談不上啦。只係咧佢哋會防守。好啦，碧咸走咗去右手邊。好啦，橫傳呢個直線準唔準咧？哇，到曬腳啊！好啦，巴魯士咧仲想用速度壓過優傑咧，都係出動。好啦，嗱，睇下碧咸嗰啲五啊幾六啊碼長傳幾準。馬基利尼攞到個波俾阿碧咸，碧咸轉身又扯翻埋嚟中間。俾阿豪斯啦，掌上攞攞波甩甩地啦，哇！碧咸埋嚟連波攞埋添，咁啊跟勁嘅話咧，同埋有啲錦標性質咧，實牙實齒咧就喺咧結出啦。咁啊，到時咧究竟香港隊係打成點咧？埋去啊嘛，呢個咧李瑤嚟嘅。好啦，又搶到波，好嘢！右手邊阿碧咸啊，冇錯啦，俾阿碧咸，俾人攞定個波夾啊！有人走啊，沙加道走啊，借聽國和啊，唔俾沙加道啊，自己立埋嚟中間咧，俾始終個波咧踩翻斯丹。咁啊，又俾過嚟呢邊嘅碧咸，有人走啦，沙加道走啦，冇錯，有冇意外爆得好緊啊！呢個希古拿咧包埋你中間咧，就即仔朗拿度俾卡路士，哇，控勢啊！哇，碧咸出得靚波啦，一定啦！哎呀，哇，立即幾多閃燈啊！好啦，呢個球落嚟，咁啊出咗少少，咁啊但係咧嗰波雖然咧包人頂翻落嚟，蘇斯丹嚟一個粒射。咁啊，見到喺場邊咧，掌上亦都係接受軍醫嘅治理啊！紀錄係2-1。咁啊，香港隊咧亦都係打到上半場啦，33分鐘啊！好呢個波勾唔到啊，射埋，哎，好啦好啦，四腳啊，第一腳射門，安琪甩手咧就係亦都係佢起腳射嘅。咁啊，呢個角度相當窄噶嚇。係啊，3-1啦，又拉開呢個比數。嗱，張欣華如果褪多步咧。這個球撩到就沒事了，即是如果張華他不是想撩個球，而是他立心知道個球自己不到，他退後防守轉頭追，應該轉頭如果一心一意去追個球就沒事，他想著這個球夠啊，自己夠腳還貪了個球，這個球都是1-0和2-0，今天就上半場已經入了四球了，不過也都打到缺口出來，因為是黃鵬就頂入了一球，而碧咸就在後面墊後就是支援，輕而易舉咧，係猜過嚟，希古拿再轉翻俾呢個碧咸，真係咧好順暢啊！猜得嗱，睇睇咧，碧咸會唔會俾個長啊？冇錯，見到呢個落籃到呢邊，托動啊，攞到波俾第二個，自己追埋去，其他嘅中場球員仲喺後半場啊，根本冇支援可以。碧咸俾佢先，路啊，嗰啲啊死啦，嗰啲啊離親啊，嗰啲唔係表演嘅，古迪啊咁樣個個都有，嗰啲就表演嘅性質好低啦。嗰啲實際啲，嗰啲有搏命㗎，嗰啲後備球員一上嚟實搏命㗎，死數難數㗎，因為佢搏出位啊。司徒文俊咧轉得身嚟又攞唔到波啊！而家先開始啊！而家睇睇佢舉幾耐啦？咁啊，睇嚟都係1分鐘到嘅交代啊，係嘛？最早嗰個進最早嗰個係猜空啊！知道咧呢邊咧睇到係碧咸啦，好曬，
再俾落嚟，哎，斯丹头先系近一近啦，而家波有落嚟咧，又精神啊，保持轻轻咧系送喺后边，好聪明啊，唔需要同你再硬硬。比亚马基尼尼又回送呢个碧咸，碧咸系咪又想越嚟个长线咧？系啊，放个位落到咧系老二，再俾翻呢边个碧咸，碧咸波喺中间打呢个后手，系失位啊！马基明显咧，因为可能喺港队个进攻唔强啊，所以佢喺中间都好轻松啊。好，正追翻，追翻转头嘅冇计。好啦，碧咸咧涉埋中间心口一照照咗，系咪俾上下仔咧？唔系啊，右边。而家單檔讓咗個波俾阿碧咸先，而家碧咸跳上睇點，你先想斬啊呢個波，對角咧斬咗個大射先過嚟咧，俾到碧咸，碧咸心口大髀，再用腳背浪定，轉定身俾老二，斯丹老二應該回翻俾碧咸噶啦，咁啊香港隊咧一路咧越焗啊越出啦，外圍沙發佢哋唔肯起腳噶，想啊盡量差入去撞入去，你睇下而家香港隊有幾多球員喺後面，有九個啊。就會更加理想，咁睇下可唔可以咧，係發揮翻皇馬本身最擅長嘅兩側去進攻啦。皇馬球員咧，凡凡都俾佢哋見到曬啦。喺香港呢一場呢、這個 FC 東京亦都係錄播俾大家睇。喂，嚟緊呢個泰國場波都有得睇嘅喎。係即係話咧，我哋香港翡翠台嘅即係觀眾咧、球迷咧，可以咧睇曬四呢樣先至係難能可貴。咁啊，碧咸咧就係呢場波下半場都。哦，三口啦，攞得大力個流啦，係需要係回一回啊。咁而摩連迪斯出咗嚟咧，睇下前面咧嗰個進攻會有咩改變啦。好啦，睇睇沙加度，走翻後邊，碧咸。咁碧咸咧，亦都係個少少有碧咸。咁啊，碧咸明顯咧呢、這個斯丹出咗嚟咧，佢入咗中間。碧咸射啊！哎呀，剛啱咧就張欣華亦都係被調離場啦，由啊張耀倫咧入替。咁啊，朝住教練黎新祥嗰個賽前嘅部署。而家喺陣上邊咧，已經有十個係咁啊！下一個死球咧，將會大家見到有三個咧，皇馬嘅。